主要又是我死啊！啊、我这个贝特哇，还要说吗？大家平均力不是有辛苦，我们非常也是用时间。我刚这个贝特怎么样？你们记下来啊！等你说，不早讲，妈的！刷卡打不赢，打不赢克里斯塔。多久了？他们跟我开玩笑。克里斯塔比较怕的，像 poker 很强的加罗卡玛，或者是我觉得这个，这个威寇兹。哎、欸，我刚刚背头想然后其他的，我觉得雷欧娜指定雷欧娜也不错，牛也不错，安妮也不错，其他的都没有到那么好打。大家继续在收看英国的12月7号啦！啊，林飞又练台啦！布朗姆家的阿姨，韩国美巴德了吗？有啊，有巴德啊，这里。巴德，交出人命了吗？又垮掉了。我就看着他哦，我慢慢，我还是回来慢慢带下去。Yes， 哎，走自己来啦！我自己排啊！你们结束了吗？拜托，没有没有，那个第一，第一我。你躲杀了几下？我刚才戴耳机嘛，我知道你跟我讲话。酷那么他。后来来的是老外，是那个什么 QB 级那个。收到。火人哦，火人也可以打，火人可以打，火人可以打。就是那个角，他这个角色就很怕 poke 啊。好不好？好。可以，我不可否认，我还是要说克里斯塔还是很强很强的 AD。就是，就算这个版本改下来，克里斯塔我觉得还算是一线 AD。玩得好的克里斯塔真的是无解，真的是对线上面来讲，你根本就是压力超大。他只要配一个什么瑟雷西或者是瑟雷西牛露露杀小的什么，反正配谁他都强啊。真他妈有够恶心的。废话，我在他妈下面这卡玛跟露露很像，露露的 poke 比较差一点，露露的 poke 伤害讲真的比卡玛弱一点点。卡玛只要那个强化 Q 太痛，你带26 AP 强化 Q 真的很痛。那我们现在用34.5 KTS，KTS 不知道是什么单位，有错名字了，像 C 点。你要喝啊，喝啊，我不好烫。像 C 点，吼吼吼，我们队友说声你怎么不辣？很大，看起来一点都没有很多的飞机在空中交汇。罗宾，新手不缺不推荐德式，我就玩了一场，我第二次就练德式，我先放弃，我先要改。吃什么肉啊？我订麦当劳哎，你不早讲。订麦当劳，你们什么时候订的？刚订的。靠呗，没问哦。我喊了超多次。是哦，对不起，我可能太认真在打战舰。小事小事，认真下来。凯能好打吗？凯能打什么？凯能就不是碰个脚啊，凯能是控制脚。三艘船相遇，干就是要神风了吗？我跟他神风两艘，直接秒杀哎！我操嘞！麦当劳，太猛了吧！我是弱不禁风。这个宅口直接一个。卡玛不容易打三下，不会吧？你在开我玩笑吗？他是指技能伤害跟什么干？这个这个技能就是 OP 哦，你自己看一下我按 tab 总共几个人点就知道了。自己数。Hurry 啊 ！Hurry 啊！欧巴！算数应该不用我教吧？自己数一下这个技能几个人点这一场。技能就是 OP 哦，这没有什么好不好出发的问题，这游戏就没有什么三下好不好出发。韩国佬了，哦，看我中一发，靠腰我中一发，穷的洗白，穷的洗白赔不了，赔不了赔个盘，赔不了。EZ 打克里斯塔不好打，对啊，不好打。EZ 对线就初期就弱势，就是跟他互动就好了。等一下，摩根娜不是 poke 角啊，摩根娜是控制加宝牌。他的 poke 能力很差。你主要想就是那种 poke 角，他有没有办法一套就给你很大的压力？一套的定义就在于一轮的技能 CD。嗯。关键在一套的技能 CD 这样子。卡玛就是一个 Q， 你就直接痛到人家跪。我到什么懂你意思？那酒桶浆果这个版本好像不怎么样。好像玩 AP 酒桶比较强吧。
不知道我在讲一句话，你为什么讲十句啊？好啊，十。我觉得越左边越我想要去吃那种，右边还好。来到你们附近哦。哎、欸，你拿那个水塔有人叫哦，水塔哦，水塔有人叫，好，第二条，哇，小兵没死。他腿往后面啊，算了，他没有凶的意思。交叉射击，然后都没中。啊啊啊！我刚 Q 应该他差眼。唬我哇！他妈谁开场就丢燃烧弹啊？不是，我是要看看拉远的。没有，我拉的在手间扩音器，扩音的键可以拉得很远，然后从我的视角看对方的鱼雷过来的位置。我想问的是，因为刚刚就是不知道没有看到鱼雷。我就跟你们说不要太紧张嘛，哎、欸，不要做保镖。前面那一条人哦，右边那一条人。欧力铁皮大路在你后面，我不会炸你的，我们两个联手吧。哎、欸，你开过头了，你那条人能不能打？你机器人会玩。我要努力，我一定会拿到第五线的。妈的！他的两个关节，他只有一个人，他刚刚降落，我不知道在哪里。不是，那你们可以看到鱼雷的位置吗？他们是全速在绕跑。然后这 EZ， 没关他中。我觉得快爆了，这场。有车的声音，你要我讲啊？你还瞧不起我？上车，先上车。我跟他讲。他过来就直接把他杀了。调兵输七只而已，还好。你妈讲得出来了，我他妈还不敢。我在水塔旁边。水塔，刚记得刚刚有人听到不是的。不是哎，我刚刚才记得。我们江狗不再加入，所以有点惨。不知道有机会。你们跑去哪了？我就是试验一下而已嘛。我看到107滴。应该到爆。哦，我可以捡到尾刀吗？今天太紧张了，红色屋子，那不就在我旁边吗？哦，我就跟你说，我这么不虎的，你这样。酒桶一直在上漏头，喂，那是。所以其他们一直相对的没有很大压力。这 EZ 看起来 K O Q Q 是不怎么会玩。你看，我操嘞！啊，两边闪现互换。魔蛇哦，手炮没闪。你刚刚是我兵吗？把全退就好了。我在你们后面。哎、欸，有警招、真的是不怕死哎、欸！我干你娘！他又去插三角眼那个 EZ，、不是 EZ 啊，那个机器人。我们现在怕将过大夫而已啊，因为这个线路。后面吗？所以我决定要走远一点。绕我后面吗？你家死了，不要怪我。有没有人要来帮忙？对他没魔了。我中了这个九 pennies 的船啊！我看到了，我死定了！我真的他妈被你害死！他绕我后面。哦，酒桶没下来过哎！他没有，我们就糊弄。干！我想说绕他们后面。反正这里不可能打起来，就是 poke 给给他们 AD 压力就好了。是洗他甲板，超猛的。就 poke 给他们 AD 压力就好了。刚不是有跟你讲了吗？你这调皮耶、欸！我一个就给人家一个小蛋饭，来来拿。真的是，真是无解。啊，无解。我去跳。地点站到我这里。对，人家就是用硬操作直接打穿你的、啊，档不同档次。KSP，KSP， 刚好是主角还是行业？KSP so suck， 台湾 number one，sorry，Korea。八，你这条。金刚我来了，他是刀我来了，然后我来了 ，US Button，
US brands, I count to help you. And remember, you're a Japanese brand. You're a Taiwanese brand. 刚刚 Jungle 没闪了， Jungle 硬交一个闪。雷哥六啊！撞的他妈把撞死！这场爆啦！来吧！谁没有在头盔啊？有有撞撞撞撞撞撞！当然炫炮 skin 了，没听到。那他的鱼雷吗？靠腰。好多人哦！哎，我们第一波干的是台湾人，你知道吗？那个酒桶不苦的，他就这样撞出来，然后闪现走。干我的，阿木快爆嘞！是什么？阿木，我来救你了，阿木！他闪现了。他们是复古的，复古的，这个复古的，复古的，哎，感觉呢？我来救你了。台湾、韩国水准差不多。还行。我来了。那突然六等。嗯，哎呀，是拿 AD 换我，反正。真的假的？我不觉得你们打得赢。哇，你还拉大！哦，这个无敌！哦，下来竟然是凯尔 ！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下来竟然是凯尔，太神了吧！我还以为下来是 TF 嘞。哦，不对 ，TF 没 TP。呵呵呵。我先去中路吸经验。其实我也可以去上路看一下。好像去上路好一点。赢了。他们应该不会死吧？我尸体里面有十个骨包。我要捡对方的，我没有捡。哦，打起来了！哇，又在送哎！太爽了吧！有 TP 哦，有 TP 哦。我觉得我越来越强啦，赢啦！哎，我们那个小兵卡住啦！我推了。哎，白痴！哈哈哈哈。这小兵被我打到黏住哎！还有一点用吧。又竞技的今天能不能解掉四个击杀拿到50000的这个银币呢？继续看下去。按照但我不能啊！我打会啊，靠腰。对不起，我太快排到啦。这不是五排吗？靠腰啦。哇！我快跳出来啊！爆了。我们一直有下档啊！哦，现在两个头就有下档，对哈。有点惨啊，雷哥好肥啊！他两个大绝好像都拿到东西了。应该有机会啊。取消哎、欸，就不能按不按欠钱的东西。收一点。进阶到关到弱点还可以。招我啊！不要，这位置不好，这位置不好。干！感觉我要来当菜嘞。哇！这波是不是咱们沟通没到位啊？睡觉。两招航母哎，一招体力剑哎，大水饺啊！下路应该要被跳哎。下一个雷哥大绝，跳中或跳下吧。
这中路买了一个催化城市，又买了一个探索者护腕，他是要。可是这个杰好像，你知道吗？他每次可以完全不屌他，就把他杀了。然后我死了，我就直接跳掉，他也不得不跳，你知道吗？没有，来炸我！哇操嘞！第一团太伤害太扯了吧！然后他们其他人已经来之前被人家杀了，最废。哇，丢歪！他自己草上跳上去。我好寂寞哦。台湾 number one，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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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KSB suck，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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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don't try， don't try again。公投要不要剪啊？没救，我没救，谁没救了？我先不好哦。那你可以补一下我吗？我快没救了。酒桶是出 AP 装的，所以有点危险。我们的会战好薄弱，能力。但是酒桶是真的，如果你出全 AP 的酒桶就很没有碰撞能力，真的是被人家丢假的。左豌豆，再发一波。右边。哇，我怎么感觉杀不到？哇，你怎么飞上去？无敌我，无敌我，哇塞！他没无敌，干被换掉。Q miss。啊！不要再骂暗光狗啦，狗是很可爱的、啊。有机会，对啊，狗最无辜哎、欸，还在叫韩国人。帮他守，感觉我们要抱团了。不抱团的话，根本就是被打假的。这两个刺客就可以帮我们直接打假。好，没有。那一红掉还有用吗？直接跟我们讲说抱团了。别啊，别下去啊！你再下去就要再被跳一次啦。回来，妈的，看你之后再回来，干酒桶！干酒桶真的是排界的霸主，极选，已经是队友那个眼泪了。哇，好险！他刚刚是先把我们 EZ 杀了才过来的。没有，我刚刚其实我的错，我想说少开几枪让你捡，免得又被你说伪刀，结果你又死下去会活的。My bad， 我应该40号就来帮你的。剩几个了？20个。等下不要打红彩啊！来啊！我只是想让这个画质，你刚刚使用率最悲哀就是玩 喜欢 T1 根本看不出来到底他妈的。太爽啊！那观众看不出来啊！我刚刚把这个写完了，听了又来了。被血鬼丢歪了，差不多了，20分钟。别了，龙放了，攻击好低哦。一个血鬼就把我们整个丢歪了，守中塔吧。我先看石化抬头很累。我第三台荧幕放在上面啊，看到啊，我放到去。我看那个订阅，谢谢订阅19个月，10630630630，谢谢。中塔应该掉了，而且有可能被带服。矿也很吃资源。哦，他们竟然点不掉，怎么可能？他开我玩笑啊！你说那方法还在降低一点效
我今天没接显卡的时候，我把那个别出去啦，真的，我讲真的，你出去，你那不是农兵的问题了，你出去就要死，出去就要死。你还不如来中路农，你看这上路也是。你看，这雷哥就跟鬼一样啊，那个雷哥很会啊。人家的童哥一点雕用都没有，他刚原本还想出 AP 装，后来发现他一定要出全肉。白痴哦，他怎么这样打？干好扯哦！我虚弱套在那个身上，还是会死哎、欸。好扯哦！我套在雷哥的身上还是可以把它换掉，那伤害太扯了吧？我们家的统哥一如往常，仍旧零发挥。还有他的无敌还好。但他怎么不往前压？我没有哎，报纸地上包的。你们哦，60612的是指29 CS 而已。我们家的养哥。66，非常努力的在弄。伊迪真的是不死心哎、欸，他的眼里只有下路哎、欸。不是啊，你这个小你为什么一定要带下路啊？不懂哎、欸。那个塔就跟假的一样哦、喔，真的、喔。有机会哦、喔，跌幅大。哇 ，miss！ 干！天赋是多大？啊，我错。现在手内跟卷，跟订阅我们都会捐出去。啊，不错。啊。小心！我会捐哦。可以，有没有做好？这搭配。可以让实况组开。有。然后又可以做三次。嗯，想一下、啊。他都不想 Q 哎、欸，我想背着他。这装备真的也是各种两难。小兰，哎，请说。这肉你们吃啊。好啊好啊。啊！救命！这样你没中。记得不能喝。这几月几号啊？订阅不是吧？这假的。那个宠物慈善机构吧，流浪之家之类的东西。我先讨论是针对宠物的。嗯，一直又死了。没错，我看到哈利狗来撞你了。哈利狗来撞你喽！有厂商也会出，我们也会出。厂商额外出20000，然后我们是五个人合出，看能不能到100000。厂商出20000。继续逛逛哎、欸。需要凯尔，凯尔现在是我们希望，剩下只有255，可是他的无敌放得好，我们就逆转了。吃战面了，而且我要去麦当劳。哎、欸，我死要不要吃肉？吃肉。小兵用的。小兵炸的，帮忙吞一下。去啊，兄弟。有鱼雷来了，什么东西？肉。
什么肉？我你要吗？我放这里可以吗？我操嘞！好，你放着，放着，放着。白痴，谁在那惊人呢、啊？好给力啊！哦，这个来送头。好像可以点。哇哇哇哇哇哇！被丢的有点多啊，他一定以为那个开还有无敌，他不敢过来。白痴！我觉得要退了，我觉得要退了，我觉得要退了。真的是要出事了，我跟你讲，真的是要出事了，我跟你讲。干这个筒子真的没做事哎、欸！你跟我讲那酒桶刚做什么？感谢。感觉酒桶刚真的是毒拿剩哎、欸！三四，完全不捐出去。他真是超废哎、欸！那酒桶真是来玩的、欸，我天哪！那我只能把别人的事。法龙应该掉了。装甲区被击中。他们在吃。我先补，我先补。啊，你太扯了吧！那个酒桶。要死！要好一点吗？没事。我操嘞！应该有好一点。我打他丢。不是他刚刚随便一个人，我们都会赢吧？我们都会杀掉一个人吧？我天啊！没有，我刚刚大乱斗现在输了。他真的是毒拿性。我刚刚都没有大枪啊！这边好猛哦，这个。被捡走了。好猛哦！有两个。不早讲，你妈的！你们怎么不早讲啊？顶一下，拜托，干！他到底在干嘛？他正在旁边看、欸，哎，早就该这样顶了。在找韩国人啊！哇操、欸！哎，他现在才这样子玩。哎、欸，太多了吧！哇操嘞！后面突然有一个劫。啊！多钱啊？还要油？干我们酒桶那边干嘛？还有战斗的转。最气又只有散弹。哈哈哈！还没谁哦。感觉我们再抓到几次捞单还是可以赢的。应该守得住兵营。不打红彩哦。他无敌吗？哇，没有。谢谢。有机会，有机会。第一名，还你们。我开大的奖牌。我刚里面有谁有买啊？现在。没事没事。跟随我的脚步。看真是极神呢、欸。在哪里啊，空投？我跟你讲，要叫他退，那个雷哥要跳了。这个怎么样、啊？不用，跟着我。散弹哥。好恐怖哦！这个游戏。我散弹的技术。你看，我就跟你讲，它会开大。这就是一个专门的第六感哦。等下，上头来。哇，没办法，不敢上去。OK， 这个人在那边耍屌。谁他妈跳车啊？他没信心了吧？感觉可以趁雷哥不再打一波呢。我觉得要打。你先躲，我们这车有点慢。好。我们来了，
来了，在哪？可是他有那个，他有头巾。加油啊！我们要想办法拿到那个枪去了。捡过了，捡过了，地上有枪。加入了。捡过了，捡大车。麦当还送。我觉得 TF 好像会死。有空吗？干，你这是怎么办啊？我有个纸。哇，都没开，我也死了。跑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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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那个无敌都没开到，被 TF 刚刚在中路清兵。哇操！不是 TF 啦 ，EZ 刚刚在中路清兵。哦，炸！大绝大绝！哦，没有没有，好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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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给他个被吸，所以我们下路兵应该掉了。哎、欸，怎么没有人看、啊？有哦，好好。吓死我了！我熄不了火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就因为你发动的关系吗？可以吧？可以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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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打。开二有大，开二有大。这五百点的死下，看到吗？干！太扯了吧！太扯了吧！他说水龙，哎、欸，帮忙追点兵。一个凯尔，一个酒桶，完全打不赢。哇！小石小石二啊！对吗？对，拉掉！我操！太扯了！有点吗？白痴！我已经不觉得是他们太强了，是我们太废了。敢逃车！哎，我现在还活着哎！开了刚无敌开自己没错，他也应该要开自己。可是关键是在于说开了以后，我们伤害还是不够把他们杀了。既然没有人啊！只是我们伤害太废而已。看到了，右边树丛啊！哇，是不是？还是石头，石头，石头。这太危险了。直接开去 B 层，B 层掉开一刀。直眼嘞？妈，没有，没有直眼。我的天哪、啊！干，这个应该是稳抓的。哦，他直眼插着，他交闪。真的只有台湾吗？好像没有，他好像是个 A 项的。没有。他应该是跟大陆，是大陆。如果加大陆才一万，那就。两个兵营掉，不然我要升中路兵营升，下路兵营掉。小龙伤害太差了啊！我们的 carry 位完全都没伤害 ，EZ 也没伤害，这边出这个粪装。那伤害超惨。所以才说，我们这边最后到后面有伤害就凯尔啊，逆命也没有出，那边出了个炉灯哦，没有巫妖，就很惨，整体来讲就是惨。他们应该在贝特，我刚以为被拉过去会是酒桶，结果没想到是我们家的伊泽瑞尔。太扯了！这个牛怎么样啊？他这怎么在这边 recall 啊？血鬼感觉要来了。哎，血鬼没来。那两个都可以加。真正是因为的，我们要中船了！帅帅帅帅帅，对对对，哎，在那里。可以，要不要这十台都没打？哎，刚刚来了，他不打，成功来了。太危险！走啊！
餐饮已经可以叫他网名。可以。麦当劳来了。好。Okay. 啊，守护家园吧。那个巴龙应该是没办法拿的。我们35%CD 啊。我们这组合打到最累game，就是大家满装的时候，其实是很有机会的。可是关键在于说，匿名出错装，就是匿名不能出巫妖啊。你如果要说 ROA 的话，不能出巫妖，不能出炉灯哦。然后伊泽瑞尔就是他这个装备就是不会被劫杀死而已。可是说真的，你要不被劫杀死，你应该是要直接出头带就好了。你还没骂全，其实啊伤害会低很多，而且我们组合就没有什么时间给你 poke 啊。你刚刚看他们就直接冲脸了，那哪有时间给你 poke？ 你出了一个寒冰霸权，其实你也活不下来太久。我们现在就守家里吧，巴龙 buff 完全没办法。哪一波？当月感谢，没抓空吗？我看左边是。这应该在安全区了。哇，他妈被抓走，我就傻眼了。一个人都没有，还是在撞上。哦，这个上头。甘霖老师被抓走，太诡异了。我们那个雷哥也是零伤害的，可是我们还是输。啊！能玩哦。找个人多的地方开。白痴，感觉我伤害就比某人高。我操，还差一点。妈的！啊！扭回来！哦！看我们这边。